大家好，我是叶志峰，我真含慢讲话，但是我真实在。介绍你一本好书，《漫画之心超兽魂》，这是我动力的来源。便秘、不爽、心情郁卒的快乐鼻，够草泥马的加持波比。看完之后，马上就知道效果。漫画之心超兽魂，草泥马好热。单行本第一集即将要在8月11号漫画博览会首卖哦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